蔡医师，不孕妇产科周年庆免手术负担试管婴儿是减少哪些花费，可以省多少钱呢？取卵手术的费用跟植入胚胎的手术费用，还有雷射胚胎辅助孵化，这三项是被减免的。那这个加起来大概，总 total 啦，大概将近约4万元左右。